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OP Channel， 我是矿主老皮悠悠。OK， 欢迎回来我们的巫师二王国刺客。那么在上一集呢，我们遭受了那个飞龙袭击，那我们也顺利的趁乱摸入了这个城堡这样子。不过前面还是有一些零线战争，哦，那我们帮助他们一下吧，好棒！该死，不是很好对付。我队友死光了。三，看我一刀。是火球。解决了，收刀。OK， 好，随便讲话吧。像他都没有什么感想吗？士兵的命令，欸，对吧？有士兵的命令。国王在上一集最后有要求我们说，要协助他们帮忙找寻那个通往修道院的密道。那我们找找看吧。应该国王命令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小队必须立刻撤回来防御通道，通往神殿的道路，不惜代价守住岗位。暴政必亡哦，暴政必亡吗？OK， 那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通道。看来这边就是应该是通往修道院的密道，那不然他也不用刻意挡住吧，对不对 ？OK， 那我们去找一下喽。这边有个士兵，放开火车，锁住了。把这边的道路都被封锁了，我相信后面应该是还是有什么道路可以通过去吧。那我们过去吧。OK， 问一下村民看有没有什么情报。哎，没穿裤子。Why? I don't know. Tell me why. 这边有个香菇，摸一下吧。OK， 是这里吗？我看地图的话，好像是个角落。这边还在继续审判吗？越靠近哦，这边怎么被封住了 ？OK， 三五成群。哦，这里吗？哦，好像是哦。OK， 我们过去看看吧，相信那边应该有什么密道之类的。哎，真的，我们过来，我们过来了，来了，小子，哇，我还没拔刀啊，持刀，哇，charge， 是火焰，哇，厉害了，拼，来是小贼，我好像升级了，我要怎么升级？看一下，后面还有人吗？都结束了 ，OK， 结束了，好吧，应该可以升级一下。我觉得我把那个 NPC 对话音量调高一点好了，对话音量 ，OK， 这样可以继续提供我们的故事。然后这边是升级路线哦，巫师二的升级路线其实还蛮多种的，有法术系、炼金术士，然后剑术跟训练，训练应该就是基本体能吧。好吧，我们先升级一下训练好了，弓箭偏转。可以打偏弓箭，好酷哦！坚韧，隔挡来自所有方向的能力哦，这个能力还不错。活力再生吗？离开战斗的时候活力再生加20%。解开投石匕首能力，好吧，我们先增加一些耐性好了，我觉得耐性还蛮重要的。是 ，OK， 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吧。应该是这口井哦，看样子密道应该是往这边了。看吧，我们的巫师猎人来到下面。OK， 看来这边是一个下水道。哦，这里有一些牢房的机关，看起来应该打不开才对。锁住了，果然。这里呢？哦，下面有什么东西吗？有点恐怖的感觉。
我其实可以制作一些药水来喝哎。炼金术，冥想。哦，有可以。我们现在可以啊，炼金术，合成物质，合什么东西？春药，春药是什么东西啊？看一下。哦，增加法印的威力哦，派翠的春药，好奇怪，好奇怪的道具。佛卡之血可以增加我们的剑击最大伤害。我们有这些材料吗？我看看喽。制作 ，enter， 我一个好了。OK， 焚风可以震晕并且冰冻范围内所有敌人。哦，感觉好蛮还蛮威的。合一个吧。焰只是增加生命值，然后这是什么？白鸟嘴，跟剑戟伤害一样。猫，哦，夜视哎，我们合一个好了。夜视能力还蛮重要的。OK， 精英增加抗性。再合一个燕子好了，我觉得燕子对我们战斗还蛮有帮助。啊，不够了，怎么会？增加流血，好吧，喝一下。OK， 大概这样子吧。那我要怎么喝药水呢？这个饮用药水嘛，喝喝看喽。这是我的毒素表，然后我不能让它超过，超过的话我就会中毒而死。那我们喝个燕子加猫好了，燕子，哦，有点超过了。加猫呢，应该还可以啊，看起来应该还可以。甜灸嘞，生命减30，比较好，那个太恐怖了。OK， 喝两瓶药水，嗯，好喝。哦，感觉好像还蛮严重的，因为它其实这个合成这个药水都是有毒的药草，所以对主角而言，其实情况是不太好。对啊，你喝越多就越危险。怪物，他怎么打、啊？我要直接打他吗？他是这什么怪物？看一下，哦，尸鬼吗？他吃尸体耶，呜、哦，水鬼，改写水鬼，你怎么换慢动作 ？Slow motion， 你真丑 ，Damn， 你真丑，火焰，火焰还蛮有效的。效果卓越，是、啊，还有一只，放个法术吧，阿德之印，阿德之印，连他血液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哎，这药水好 OP 哦，开始水鬼，收到，行。这边应该是有道路吧，我要修道院那边去。喝着药水还有心跳声，还蛮酷的。前面是一个应该刑具之类的，他身上有一个项链戒指，一碰就碎了。这裤头你是不是没有摄取钙质？哎呦，又来了两只。我痛！等，有挡，呜呜。等，我看一下。呜、哦，过来了，小子，是我阿格之印。呵，剑劈，完整放陷阱了、啊。呜、哦，好险！阿格 ，combo， 阿格，我是阿格之王。对付不了我的，来啊，小鬼！喂，这这阿格，无敌阿格，啊，水鬼，炸！绝了！我忘记放陷阱是哪个按钮了，是 R 吗？哦，原来是 R， 没错，请来吧。OK， 回头陷阱。陷阱的话，对战斗还蛮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待会就用枪了。如果数量很多的话，就一定要用。Come on！ 我正卡到他，隔山打牛，这门是打不开吗？我打开了。好像没什么效果。来啊！
一颗灯之翼，火焰，烧死你！那你这么 OP， OK， 搞定，抽到！哇，我们的效药水的效果好像快消失了。哎，这有一个密道的暗门，哦，原来是点火，点火吧。OK， 所以这个游戏也有像是一般游戏那种潜行的状态吗？哇，先打开吧。有什么机关之类的？我打开了。这是我们，哎，找到点路吗？再来看一下喽。OK， 获得了猫的视力。哦，好亮哦！有油跟止水情况，捡一下吧。这里看起来是修道院哦。松鼠党、精灵跟矮人群，他们为什么在这边啊？看起来不是很妙。OK， 小心前进哦。可以打什么情报吗？哎，观看，好像没什么情报。OK， 不过他们趁乱来这边，应该有什么他们的意图吧 ？OK， 来来来，我药水效果快消失了。前面三个人，哇 ！Stay your ground。再见。哎，我怎么出不去？哎，为什么？等一下，阿格醉，阿格醉，让我过去，让我过去。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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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挡，听，对啊，对啊，送火焰，哦，好险，太夸张了吧？突然上来就被毒打一顿。有钱，可是我们这次回想的过程拿钱有用吗？哦，我们恢复视力了。OK， 前面不知道什么怪物，小心应对喽。这个东西，皮革跟细绳。哦，这边扇门，哎，锁住了，居然被锁住了。这边是一些公式，防御公式，可以上去吗？哦，可以上去。这里呢？哦，原来外面的城堡长这样子。这边就是应该是所谓的修道院了吧？哦，被发现了。这个不是潜入的游戏啊，大哥。偷砍我，烧死你！来啊！哎呦，吓死我了！嘿，烧你！有点危险，从这里开。Yes， 哦，哈哈哈，滚下去了。OK， 收到。这边好像还有两个，刚刚地上有两个。打开。有人进来了，这边有两个人。喂，喂，我是，啊，这，啊，这，啊，这，啊。看来他们的武功并没有很高强，因为我后面好像有一群人呢，是这样吗？需要钥匙，打不开。他们身上有钥匙吗？哎，物料，这边没有钥匙。OK， 应该是往前走喽。哦，太多人了吧？等一下，等一下，人有点多啊。Attack！为什么？哎，他是国王吗？近亲象征者去死，不是我啊！我可不是那国王啊！我靠，那个大刀兵，剑兵勇士啊！哎，剑兵勇士，不要砍我，杀死你！我连自己都会中了，太危险了！我自己都快死了，不会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我火焰，所以骑士是不能杀的吗？哦，光在外面，难怪叛徒。国王赶紧来帮忙啊！还叫嚣，
Voltaria， 剩下我一个人，你叫我 Voltaria， 我才不要什么 Voltaria， 活命比较重要。哦，好险！开始。有点难打，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流血状态。挡不住的畅快，有点困难欸，国王，你怎么不进来帮忙啊？射个两箭也好嘛。游戏结束了，好吧，再接再厉一次。剑斗难度还蛮高的。OK， 我们又出来了，我们从那边开始打吗 ？OK， 来吧。Blasphemous！ 来啊！我挡，挡不住，我被砍死了，等级升级招，知道最 OP， 影响一下，不行 ，OK， 我现在应该可以升了吧？剑术修炼，目前被修炼，所以一开始只能从训练开始发展而已啊。好吧，我们先格挡好了，先点那个格挡技。下一集减少100%伤害，哦，所以这个要升满，这升满还蛮好用的，因为格挡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用的技能。OK， 走吧。虽然我好像都没在格挡，不过 OK 的啦，我们可是兽魔猎人好吗？上去吧。这里我记得好像还有两个人。猛！太靠近了，陷阱好像要先做好，不先做好就会像这样。不过越打会越顺手了 ，OK 的。我挡。我挡。格挡反击技还蛮强的。对，那我们进去吧。收刀，可以开门啊！哦，两个，拔刀。想干嘛？开玩笑，剑术大师好吗？没有，等下先趁机在后面放两个那个火焰的陷阱。后面还有人吗？来，陷阱先 ，OK， 引他们过来。Crush those vermin！ 来啊！嘿 ！For the Baroness！ 嘿，有人中，炸死一个，哦，好强啊！嘿 ！For to marry a man， to die for to marry。哎，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Yes， 哦，我还是中了。来啊！嘿！来啊！大刀兵，重装武士，换个法术吧。我要拿钢剑吧，钢剑砍他。Come on， 呀！先把这个媳妇打死吧。Kill the witcher。是我一剑，哦，好险！哦，好狠 ！Kill the witch， 来啊！背后攻击，再刺我一刀，来啊！过来，乱挥刀。OK，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边解决掉了，那我们先帮忙把门打开吧。我怎么搞？门要怎么开门啊？是不是有什么按钮之类的？哎，
欸，是这里吗？哦，好像是哦，又好像不是哦，到底是不是啊？等一下，开个门吧。还是打到他之后身上会有钥匙？可是我刚才没捡到啊。我觉得应该在身上有钥匙之类的吧，然后可以把那个城门给打开。OK， 找一下吧，是这里吗？哎，对了，城门警卫的钥匙。OK， 我们取得了，现在可以开门喽。我们的药水效果也快要消失了。OK， 开个门吧。解锁的门，开门喽。哦，这个就是城堡的那个滚轮吗？对，做的还蛮细致的。OK。开始点滑鼠，又要点滑鼠时间了。过了过了，这样都开了吗？转没两圈呢，有这么先进吗 ？OK， 开门吧。OK， open， 都来了，厉害了。You have just become the most titled witcher in the world. Oh, and the wealthiest.为什么是最富裕的？这样结束的时候我会提醒你。哦，报仇嘞 ！Lucky he did. Money. The priest was downright discourteous and went off to meet his gods. I saw Scoia'tael on the river. Where? How many? What colors do they wear? Plow the elves. We'll tend to them later. The monastery awaits. OK，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修道院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又回来了。Scoia'tael, this puzzle is beginning to come together, Geralt. You're either telling the truth or weaving a very convincing lie. I want to hear the rest. Foltest bastards, the Solar.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一切都是从泰雷斯开始的。We might have arrived at the same time if not for tales. Be specific, Witcher. Well, the Archpriest told the truth. 哦，大祭司说了实话。His Majesty King Foltest of Temeria. 策划这个叛变的雷瑟男爵。Erstwhile Count of Nesvelt. 泰雷斯啊，泰雷斯男爵。Yes, yet the Baroness saw fit to pardon me. An awkward situation. 看来他也蛮惨的。Anais and Boosie, where are they? The royal children. Don't test my patience, Tails, and I'll grant you a quick death. Confess, Foltest. 毕竟臣下还要这样奉侍国王。Boosie and Anais are the fruit of your loins. Bow to the gods and admit the truth. You may not have noticed, Tails, but I just took this town. Aided by murderers, sorcerers, and a mutant. 祭司没有搞清楚状况啊。This is hallowed ground. You will not raise your hand against a servant of the gods. 不过是巫师猎人呢？还在哪里？为什么有一个图案 ？Where have you taken the children? 哦，是什么法术吗 ？The solar. They're in the solar. 主大堂，我魅惑失败了。Blasphemy, sorcerer's tricks. 这样魅惑就成功了。要给他一个耳光吗？算了，叫他闭嘴好了。给我闭嘴，奥巴马。This is a church. I'll not forget this, mutant. You hear? 有。Damn, I've seen assaults go awry, but the dragon topples them all. 他还活着。Witcher's trickery. The world's in a whirl. 你不知道我法术很强大的吗？干什么干什么？你在比什么 ？Stinking murderer. I remember Blaviken. Blaviken. Mutant. Freak. 居然敢骂我 ？OK. 那我们这一集的巫师王国刺客就先到这边喽。那下一集呢，我们会去前往大家主教堂那边寻找那个国王的私生子以及男爵夫人。OK。那我是老皮，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